選舉管理委員會成員，並於今天2019年7月16日由行政長官崔世安閣下受任，以及在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柯南女士見證下。Cerimónia de tomada de posse dos membros da Comissão de Assuntos Eleitorai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.我打算咧就係會逐漸去開展我哋嗰個嘅選務嘅一啲嘅選務啦。喺按照翻，我哋都會按照翻選舉法嘅規定去處理啦。即係選舉法有嘅既定嘅程序，我哋都要按照翻有關嗰個規定咧係去進行。都係我哋都係係照去按照翻法律規定嘅程序係去處理去做嘢啦。我哋會先去去商討翻嗰個嘅程序啊、參選嗰啲時間啊咁樣，我要定好個時間先至有啲具體資料喺度。